只要能找到他，我和师父会尽全力救他的。我也不会退。小心。没想到他反应还挺快的。是遗忘病毒把浅秋姐姐的世界变成这样了吗？毕竟是密灵的意识空间，构建的元素都是对应物质界本源的时代信息，在他的心境里，这一片片城池象征着春秋诸国的形式。不过每个国家又只保留了一座都城，按照大致真实的地理位置分，但城与城或者说国与国之间的实际距离却大大缩短，所以这里应该是重构后的春秋末期诸侯们的精简版战争棋盘。然后我们所在的地方是鲁国，这些是我已经提炼到的世界信息。是刚才攻击我们的军队。就是遗忘病毒幻化而成的假兵，他们为何停下了攻势？春秋以前，战争更像是一种礼仪游戏，胜者不以杀伤侵略为荣。既然鲁国已降，越王就没必要屠城。